早安，6月22号。早安，顺其自然。世间最好的状态是顺其自然，坦然接受世间所有的不公，坦然面对生活给你的一切。该来的就来吧，该去的就去吧，不必强留，不必苛责，用心做事，真诚待人，凡事凭良心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自己的底线就好，不必讨好别人，也不必看别人的眼色，做着自己的分内事情就好。活着，每个人向往的东西很多，有一份最适合的就好。早安，顺其自然。早安，6月22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